觉得，因为其实我们也常聊天啊，私底下他还问我做爸爸的感觉啊。哦。我们要结婚开始，他就问我很多了。是。然后他一直很羡慕我当爸爸。然后后来他生了小孩以后，他觉得说，他才知道说当爸爸有多快乐。哦，那有要催生第二胎？应该会吧，我觉得一定要生两个吧，生一个会不会太孤独了？是，我会催他今天晚上再生一个。谢谢大家。好，谢谢康哥。松哥今天有在哪里呀、啊？松哥今天有准备什么礼物给他们吗？今天哦，有包红包给他。大概几位数字可以透露一下吗？10,000,000,000，五位数字，算是继身体之后第二大包的。哇！因为我今天带五个人来吃啊，没有。有什么祝福的话要跟他们讲吗？我觉得 Kid 真的很棒，然后他的小朋友很可爱。对，我觉得他现在一切都，我觉得一切都非常棒，是最好的一个状态，很替他开心啊，很羡慕他，对不对？那、你自己的？对啊，小东哥什么时候喝你喜酒、啊？哦，前几天才跟我爸爸吃饭呢、欸。对啊，我爸说我年纪那么大了，一直不结婚，害他晚上睡不着觉。那我立刻就帮他找了一个大夜班，让他上来。好，先拜拜哦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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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